远你的过奖励，远你的知意幸在地上，如同幸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免了别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时难，叫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荣耀、权力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来，一拜，再拜，三拜。算我求你了，行不行？你就交一点。我最讨厌的就是你们这些危害社会的流氓。啊，我是流氓，我无耻，行不行？你就给我交一点嘛，我跪下求你来了，你交一点吧，我会吗？就交一点嘛。你给我起来，你还是个男人吗？男人不男人都无所谓啊，我就是想交点保护费。大姑，你搞什么啊？我想保护他。交点保护费吧，交点保护费吧，交点保护费吧，交一点。现在找个流氓怎么这么难呢？你就给流氓交点保护费吧，看把他们都逼成什么样了。哎，交点保护费吧，交一点保护费吧，交一点保护费吧，交一点。交一点吧，交一点吧现在的年轻人，他哪里知道我们从一个基层的巡警，那么辛辛苦苦的爬到局长？但是，人家还是有个好爹。他是一个初生牛犊啊，一个新人，他知道怎么管理治安吗？人家还是有个好爹。这种人啊，早晚他都会出事，我就等他出事儿。一出事他爹就出来了。你他爹的，你那我滚，你能不能说点别的？他有个好爸爸。滚。局长，食堂请你吃饭了。吃饭啊。我知道了，你是吃饭去，我是找个好爹去。滚！我给你烧一个，我给你烧一个。滚！我才不要好爹。韩倩，咱哥俩多长时间没在一起喝酒了？说实话，真的很久很久没在一块喝了。咱俩当巡警的时候，我就在这酒馆请过你喝酒。是的。现在我是一席之长，你是一局之长，我还在这个酒馆请你喝酒，这是你妈。说明你口妈，说明你年久。是啊，这一晃几十年就过去了。我成了一席之长，这也老了，听说以后还要提拔我当省长。可是你的官职还是不升，你知道这是为嘛？这个嘛，我倒知道。为嘛？因为我没有一个好爹。你怎么能这么想的，韩倩？是因为你
为人民做的好事还不够多，人民还不能深刻的把你记住啊。你说这你还韩姐，杨晓在警察局跟你配合工作还好吧？杨少呢，自从去了警察局以后，使我们警察局呢焕然一新。不但让我们警察局呢焕然一新，他还让别的部门呢也焕然一新。他能接着啊，我也就放心了啊。你放心了，我们可不放心了。来，羊串羊串，乌鲁木齐羊串来。呵，羊串多少钱一斤？很便宜，2块钱一串。两块钱，两块，来，一串，你给我来4串，40，快点，40，好，40。那个有卫生许可证吗？办了，可这不归你们警察管吗？哎，不，写过，我们写过啊。防疫证明有吗？有，可好像是动物检疫部的事情。我们他妈的写过，写过。你们家几口孩子？4口孩子，十个。你们家养殖场呀，十口孩子，就抓十口。我没有民族特色，国家允许。留证。你考。你这污染空气了，环保局知道吗？啥？环保局你们也协管了？环保局？环保局不知道。抓起来！要求不要你们钱了，行了吧？哎，早这么说不就完了？来四川羊，保护环境啊！你这个起来，去那边看看这个卖烟的去。看他们家有没有卫生区了？这次给我入室，给我离远点，我的啊！上块，这个样子，对呀，太欺负人了，这都管呗。你说说他把那人都饿死了，哎呀，我的天！我也是，我都真看不下去了。诸位，安静会。具体的事情呢，咱一点点的说，哈。有什么问题咱一个个的来，好不好？好啊，谁先说？我来了。好，局长啊，你们警察局的杨少居然逮了人去抓搞对象的，还说呢替我们民政局协管，这不把我们民政局的名声给搞坏了吗？不光是民政局啊，村里晚上都给城里百姓捎了口信儿，这杨少愣是把人给抓了起来。说这是跟邮政局的不法竞争，这村里人都在骂俺邮政局啊。那算啥呀？俺这民航局一个飞机都没有，几个小孩搁这放风筝，杨少愣是把人家家长给抓起来了。啥罪名啊？就是破坏航空安全。现在都骂俺民航局呀，你说俺民航局招谁惹谁了？这都哪根哪呀？这是。哎，不过咱现在呢都冲着他惯着他，这种人呢怎么都会出事，到时候就啊，哈哈哈。皮五啊，最近保护费收的怎么样啊？还行，就是那小娘们没交。管他娘们爷们的，不交就给他们了，再不交就他妈砸到他案子。小菊找我，哎，上来了，还再抓紧。姐姐，叔叔给我买新玩具了。你干什么？对我死缠烂打，还一而再再而三的打扰我们的生活，为了几个保护费，你至于吗？你的玩具我们不要。我是真心喜欢小萝卜的。你说的这是什么混账话？这么大点的孩子，你居然还说喜欢他？你是不是还要我成全你啊？
你给我滚，滚！太古四少的老大，每个人都有他的另外一面，也许这就是我的另外一面。你醒醒吧！你要不交保护费，我摊子给你砸了，信不信？啊！地痞流氓！啊！阿飞，阿飞，你知道我后面是什么人吗？你跟有什么人吧？你知道了。但是他也不能无时无刻都在你身边吧？飞呀、你要说这小姑娘啊，保护费交你那边了啊，我可以不要，我可以不要。对啊。他的保护费是交给我了，是不是啊，小包菜？我不向任何人交保护费，我相信政府会保护我们的。飞爷，这就是打脸，啪啪啪了呀！给我啊，给我个面子好不好了？今天放了小包菜，这面子给也行，不给也行，但是。这保护费要不收的话，我以后怎么在太古街上混呢？啊！以后小包菜的保护费就交到我这里了。你们就不要再找他麻烦了。这我回去也不好交代呀，我这一整条街我还没收到呢。你难道不怕我吗？我这。哎呀啊，好飞爷，那好啊，我们走，哎呀我的天，哟，爸呢？你是不是傻啊你？你去告诉他们保护费交给我怎么样啊？难道这个世界上都需要地痞流氓来保护了吗？我今天就去警察局报案，我看这些事儿警察到底管不管？你不要那么天真好不好？哎呀！哎，那要买点什么？老板，这个多少钱啊？这个吗？这才50元。这么贵啊？不贵啦。我可以拿我的鸡蛋换吗？我可没这么干过。哎，那是因为你没早遇见我，早遇见我的话，你不早换了吗？可是我要这么多鸡蛋干什么呀？你想啊。如果这些鸡蛋能孵化成鸡，鸡又下蛋，蛋又生鸡，几年之后你不就发了吗？哎呀，你这是想让我直接转行干养鸡场啊？喝水了吗？小萝卜，姐姐把你玩具摔坏了，是姐姐不对，姐姐给你道歉好吗？你看，姐姐又给你买了新玩具。
我可给你放这儿了。不管你玩不玩，姐姐钱可是花了，退不回去的。一个三呀，一个六啊，一个八呀。我要报案。哟，妹子，你这是强行让拉还是非礼了？我卖鸡蛋，有人强行向我收取保护费。人家收保护费你就给人家嘛，有个人保护你还不行、啊？可是应该保护我们的不是你们警察吗？哟哟，你是我妈呀？你看我们有空吗？还保护你？你怎么不讲道理啊？你们不都是人民的好警察吗？你这话说的，按理说人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，这保护父母吧确实是我们的责任，可是我们现在都连个媳妇没有呢，这父母怎么不给我们做责任了？你们怎么不讲道理啊？你看哪来的傻妞啊，你们不讲道理。出来一个五，一个八，一个九。九？你敢说这是九？你当我眼瞎呀？这明明是六六六。看你们俩小动物俩玩的，小，你可以侮辱我的智商，你怎么能侮辱我的尺寸呢？我哪小，哪小？好吃的。队长，最近有什么事儿吗？新鲜事倒是有一个，刚才来了个卖鸡蛋的小丫头，让我们去保护她。你说她不是神经病吗？难过了。你怎么好好说话？刚才来了个卖鸡蛋小丫头，非要我们去保护她，你说她神经病吗？卖鸡蛋，小杨，是。姑娘，是你啊？啊，原来是姑娘你啊！原谅我管理属下的失职。对不起，保护你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，明天我会亲自过来保护你。你为什么要帮我啊？因为我是人民的好警察。好警察。敬礼。敬礼。向后转。向后转。去吧，走。没想完不？好。哎，什么东西啊这是？你看，你怎么了小萝卜？叔叔，我好难受。不难受，你没事吧？来人呐，大夫！小萝卜，接着说。来人呐，大夫！大夫！得的是什么病啊？你等一会儿啊，别着急，我正翻着呢。哎，找到了。嗯，小萝卜得的是糖尿病转心脏病，对，没有错。糖尿病还可以转心脏病吗？你确定？我再看看啊。大夫，啊，这医术是在哪个村学的呀？啊，我确定，就是心脏病。幸亏那个男人把大夫叫来了。要不然啊，孩子肯定会有生命危险。难道是我误会他了吗？你们说说我们大哥，自从认识了那个小包菜以后，
变得一点骨气都没有，关键还揍了我好几回。这样下去，我们怎么能行呢？我们要想个办法了啦。我有办法，我知道有个包子教会，人们说可神奇了，只要能找到那个神汉，拿大哥的一样东西给那神汉做法，大哥原来的心性就能找回来了。我给你够啊，真的有那么灵验吗？嗯呢。嗯呢。姐姐，干什么啊？你能不能不要冷冰冰的对待艾菲叔叔？他真是个好人。小萝卜，姐姐也不是故意的，只是有的时候他实在是太讨厌了。既然你不理他，那我以后再也不理你了。好了好了，姐姐错了还不行吗？对不起，那天误会你了。没关系了，我都习惯了。说习惯了，你就是还在怪我喽？我真没有怪你的意思，真的。你不是一直想要保护？真的能喝？当然能喝了，人家可是包子教会大师，人是有技术资格证书的。阿哥，喝这玩意不会出人命吗？我给你够了，反正你我都不喝就得了。谁愿意喝？哦，大哥，走，大哥，这边。大哥，我们给你买了瓶洋酒。哟哟，对我那么好，来，倒。我喝了啊。哎呦，味道好独特啊！
哎，阿斯彭德鱼，你们怎么不喝嘞？大哥，我怕。太特别，我喝不了。真的很好喝，味道好独特哟、啊。独特，你多喝点。来。哎呀。摊位给我砸了！我跟你说，这个摊位是我造的，你们赶紧给我走！我警告你啊，你们再敢打他的主意的话，我就伸手说，我快给我扔纸了！拿一点责任都没有，拿上厕所威胁我呗？上厕所很可怕吗？这回没人保护你了吗？哎，烧饼！